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我是亚明。我们常说啊，慈济的环保志工是咱大爱台头家啊，怎么说呢？因为他们把资源回收的物资啊变卖之后的所得金钱护持我们大爱电视台，让我们可以将真善美的画面透过卫星传送到世界各地去啊，就是咱底下讲的 slogan 啦，垃圾变黄金，黄金变爱心，爱心化清流，清流绕全球。我们今天很牛啊，就来了一群大爱台头家，下面两位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来自台北市内湖区的慈济一家人于杨雀师姐，欢迎各位，嘿，干杯了。各位大叔呀，于正志师兄，欢迎哦！阿莫港西摩托变成金哦，还有大儿子年丰，还有大女儿丽红，还有其他的亲友团，感恩大家来，谢谢谢谢谢谢。那两公啊，灯塔之下最黑暗啊，自己家里的人啊最难度，但是身为这个大家庭的第一颗慈济种子啊，杨雀师姐难行能行，运用智慧啊，一一把家人渡出来，不仅自己受征之后，把他家的先生、他的大儿子、他的大女儿，连同女儿的婆婆，就是全嘛，把拢渡出来啊！哇，而且他设立的环保点啊，总共渡出了十多位的环保志工，受证成为慈诚委员了、到底他如何将这个做慈济、做环保，当做传家宝跟爱的礼物，与大家广结善缘呢？我们看杨雀师姐有心就不困难的故事。我不晓得要讲什么啦，哎呀，没啦没啦，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对啊，你有创自然的，安尼个讲。这一天上午，承担环保干事的于杨雀正准备拍摄广邀环保志工的宣导影片。很少面对镜头的于杨雀显得有些紧张，但是更紧张的还有这一位。对，还比较紧张，就紧张，很不习惯。送啥？全球啊，辛苦啊，姐，母亲。原来主要掌镜的人文真善美志工正是于杨雀的儿子，两人各自投入慈济不同的志业领域，难得聚在一起，因此今天两位都成了我们的主角。说起于杨雀还真的不简单，一口气渡了包括自己在内六位家人走入慈济，把慈济当成了传家宝。由于两人的关系特别，互动起来特别有趣。上一次好，来师姐今天来介绍，我们今天不是那个环保的大招生吗？啊，对呀、我们是任务交代和你力共。好，五大类就是分成主力跟瓶罐哈、社交还有那个拆解区的。重点分析呀、一个五大类公共的话，然后你就说，平常是一些哈，公休节我拍咖嘞，三十秒，不讲三十秒啦，露脸就一点点而已。对啊，所以就在要讲重点，重点简单扼要的去。我好像该有还好，不会啊，不会紧张啊，就是说站着是硬邦邦的感觉到。感觉比较不舒服啊，那个啊，我家叔兄还有女儿、女婿、儿子哈，还有我们那个秦哈，阿秦我也把他渡进来的，实际是一个传家之宝。说环保也是传家之宝。老实讲，他这个好像曝光蛮多的，那天在看的时候，哈，但我觉得是他粉底打太厚，是吧？接引家人进慈济，原先承接家业管理铁工厂的余年峰根本无暇参与，但聪明的母亲透过邀约做环保，让孩子慢慢接触。到现在，儿子余年峰也已经是内湖的人文真善美窗口之一。而于杨雀除了认真邀约之外，最重要的是家人看到他的改变，才惊觉慈济有这么大的魅力，有了一探究竟的心情。愿意就是家事已经告一段落，如果定了以后，竟然会再继续再从学习这一块。那也就是因为他种种都是用行动，然后就
蛮有点受影响，身教的影响，就赶快来去看看他做的一些事情。啊，打电话就可能就是我听到的就是说长论短。那现在呢，在慈济呢，他也是会打电话，但是打电话呢是联络讯息。他也是会去说，但是呢，他说的呢就是慈济的事物，而不是说长论短。那这一方面我就非常的认同。那所以讲久一点没关系。各自投入不同领域的一家人，每逢大活动都会看见他们齐聚的身影。女儿亲家母和渔阳雀一字排开，多了法亲这一层关系，亲上加亲，也让家庭气氛更加和谐。不是一家人啦，不进一家门哦，大家有缘呐，成为这个眷属啊，都是累世的姻缘。更妙的就是啊，进来慈济这个大家庭之后，哇，更有法亲的关系啊，你们是亲上加亲啦，又有血缘的关系，又有慈济法亲的关系啊。啊，今天咱嘞实际哦，特别炸几张因为全家福来大家看一看哦，哇，他们家和乐融融的样子啊，而且哦，也来介绍他们家多少人进来慈济了哈、哦，来，请大家看哦，啊。这是师姐嘛哈，哇，属鸭，好，过来哦，哇，这七块小黄鱼的都是咱今天来的现场的啊，大女儿丽红啊，啊，丽红的先生大囝仔嘛是咱的，慈诚啊哈，一对哦，哦，过来咱在场的大儿子，哦，咱的年丰，这是年丰的属姐哈，水母的，过来哦，这是细汉查某囝。嫁去美国纽约，目前在纽约哈，然后儿子啊在纽约人文学校上课学中文，阿姨嘛去纽约诶会所做技工啊，去好好做爱心妈妈，是是哦，所以基本上这个家庭一家六口都跟慈济有关系啊，差不多哦，啊不仅如此啊，还把丽红的婆婆啊也带进来了啦哈，咱请来问婆婆好啊，请嘛，啊恁这个新妇嫁入班这个。您到啥话久啊？嗯，差不多二十年。二十年啊、喔，哦，啊，您看伊这个家庭有因为做主席改变无同哇？嗯，主底都拢，阮亲亲家人伊一家都拢，哦，真赞。真赞。啊，当初嘛是，钱嘛甲你倒一摆吼。对啊。伊要怎甲你鼓励啊？主席有活动嘛吼，相聚有迄、那、落、個、啊，开始甲考虑吧，就对啦。伊真够考人啦，阮亲真够考人。啊，你一摆，家己一摆做主席了，感觉安怎？有到过去，安尼伫厝诶，顾翁、顾囝、顾到顶啊，顾医生、顾孙，有啥差别？出来做主席哦，就安那足踏实诶，就对。敢那讲啊，较早安尼踮咧厝诶，拢时间拢了去，啊，出来做足好诶，就对啦。所以我每工拢爱感恩阮杨姐师姐亲吼，爱感恩伊，我才会行主席这条菩萨道，足感恩诶啦。阿妈，咱两讲啊。师父引进门呐、啊，哈、啊，修行在个人。你若无家己做，嘛无感受啊。哦，家己食饭，家己饱嘛。哦，另外一位，即恁你想疼爱的领新妇啦，哈，丽红，真乖。丽红呢，年纪轻轻哦，哇，现在也这个小孩都很大啦，所以现在除了工作之外，做慈济也非常的投入啊。这要感恩妈妈，尤其你看到妈妈的改变哦，你觉得她做环保，妈妈那北泡泡，因为明明做环保，一开始会不会很心疼她做环保？嗯，会，其实是很辛苦的。嗯，然后他是属于勤能补拙型的。阿老公，因为他应该是讲说，在环保的、嗯、的那个境界哈，不是说就是捡那些瓶瓶罐罐，因为他还是要去接引有一些要参访的，啊，所以就一些流程他都必须要去安排。哦、那在这一个方面呢，应该讲说他年纪稍微比较大了一点，所以呢，会比较力不从心。但是呢，我觉得他有那个毅力，他想要把它完成每一件事情，所以这也是让我很佩服的地方，也是我不舍的地方。了解。因为他很用心的在做这个区块。嗯，就是咱俗讲的嘛，哈，上人说了。用心就是资深啊，用心就是专业啊，勤能补拙。你讲到妈妈的重点嘛，对吧？伊唔啦，干啦，你头壳个做啊，他还要矮。抬头挺胸跟人家说慈济，介绍慈济啊，哦，讲到这样，就爱感恩领导的领导翁啦，哈。当初恁发心要来伫社区做环保的时阵，恁两个拢同齐出去共宣传了。迄阵拢伊安怎宣传啊？用嘴安话啊？我搁含一个这个书记出来来宣传啦。哦，我开车直直飞，直直飞。哦，你开车？直直飞，爱开车。啊，伊载伊家另外一个书记哈。对啊，啊，
提啊，头门过来安尼修啊。对啊对啊对啊，人家提那个放广播器啊。哦，放上头呀、啊。对啊。安尼哦。哎、欸。就是恁社区的声音啊。我那大楼拢七八楼。哦。啊，广播听无就对啦。广播叫我听，我那手机。哦。住宅啊。啊，你会记得当初拢安那放上啊，安那讲宣传啊。迄阵呢哦。哎。我就是讲。各位乡亲、啊，各位大德、嗯，大家好，阿弥陀佛，阮是佛教主持功德会，阮伫每一个月第二礼拜日早起八点到十点的时间，伫玉峰银楼的门口做资源回收。哦，阮有资源回收车来做回收。哦，我哩个记啊真调呢吼，十几年啊拢无改变，就是安尼照人讲。古早时代可能爱讲啦吼，啊，即摆可能久啊了，大家拢家己挖过来啊。哎，对对，即摆拢唔免讲，还拢知影。哦，除了恁孙呀，我较早嘿做资源回收，我来个再选择去搞一个回收厂嘞。哦，不会啦。即摆坑你家人来收，即无同款。安尼吼，我较早刚刚讲。开始的时候创业为艰难，创业是起头难嘛。后来出车出再去搞回收厂，偌济钱量未高一点咧。安尼吼，所以讲吼，先生一种古早时代一种艰苦哦，讲出来啊，真的更要感恩，对哇，真辛苦啦。以前讲辛苦嘛，啊，即摆讲变幸福嘛。幸福即再底下几多话，另外说看，较早无共款。好，所以我们即摆环保日啊，因为恁家己做铁工厂嘛，家己有火车会当倒载啊，哪里载啊，后生嘛倒三工啊。年丰真的是啊，一人做香薰啊，因为啊，唔啦做环保。倒在黄金啊，嘛做咱大爱台后盾呢，啊做人文真善美，其实真有路嘞，手法真卡呢吼，那想要做这道呀？无啦，那是整个收盾之后呢、然后就是在我们岁末祝福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人物的影片。那我觉得其实，在进入真善美的时候，就是有想过，其实是不是尽量把这些环保菩萨的身影把它录下来？哎呦，啊、因为。之前大家都是比较用静态式的摄像，嘿，啊，看不出来到底是那个有什么变化嘛，对吧？本来可能很多资源回收，但是因为很多人做蚂蚁雄兵，后来整理得干干净净，对不对？永秀敏可能说不出那么多传神的故事啊，对对对，所以就一头栽进来了，哎，就开始拿录影机。啊，你原本会吗？不会，真的吗？啊，也是靠就是师兄们慢慢教啦。所以这摆一家伙仔人当地做主者吼，真正家庭的气氛当然过去就真好啊。这摆更加好，而且哦，不仅自己要好啊，还接引更多人一起来加入了。而且师姐真的，我觉得她了不起啊，她找了这个环保点，竟然是在一个银锣金马店的门卡口呢。头家牛脑可能答应呢，伊用什么快乐好方法呢？影片之后我们回来再聊、哦。是咱诶，就是老菩萨吼，啊，拢真用心啊，伊拢出去呐，看到拢会甲咱捡倒来，捡倒来做回收吼。他啊，他也是很爱护我们的地球啊，他就是把那个资源都回收。每个星期三的夜间环保，可是渔阳却大展身手的好机会。自从投入环保开始，这个环保点就是他的心血杰作。环保回收之前，大伙已经前往附近的回收资源。平光弄到我呢，我们这个手套也是洗衣服来的，哎，还好好的啊，就拿来洗衣服，因为做环保没有擦，工厂大概修理之后啊，然后他们戴着先比较这个黑洗不起来啊，他就不想要，然后我就洗衣服过来，我们做回收资源回收可以带啊。在黄金店面前做资源回收，这个环保点可是15年前渔阳雀主动成立的。当年一踏入环保就积极规划环保点的他，出生之犊不畏虎，马上走上街头找地点。有这边呢、啊，就进去问老板娘说：“我一股热心想哦，我要想进来持续做那个志工啊。”他就不会怕、啊，就是想说问，还是要问看看呐、啊。那毕竟在人家的门口，而且他们在做生意嘛。哎呀，就问他，那老板娘很好啊，一口就答应了。
们当初四个人，刚开始四个人，然后我们就边做边菩萨造声啊。现在我们好几位师姐都已经受证委员了。在这个环保点，从最早的四个人到现在已经有一二十位职工参与，更难能可贵的也接引了十几位加入慈济受证，而于阳雀自己的家人也是在这儿做环保进入慈济的，因此这个环保点特别有意义。感恩你，祝福你哟，感恩。今天为了感恩环保志工一年来的付出，内湖园区特别举办了一场岁末感恩围炉。只见于阳雀忙进忙出，身为环保干事的他特别感恩志工们一年来的帮忙陪伴大家。办这个感恩会就是要让大家把心凝聚凝聚在一起，让大家感受到这个温暖。牛奶来，我帮你们，这个是饭团，真好吃哦，而且关系人哦，在关系人哦，不认识的人今天要感恩你，就是会很感恩感谢啊你，我就是这样子，我感谢求你，反正就是跟哦，应该你叫叫叫，然后就是讲啊你吃饭未啦啊安怎安怎呢，就是会。你也刚刚就大心内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哦，来慈济真好，好像一个家人一样。你既然甲食素拢好食吼，咱是不是哎以后啊，那伫咱家，咱也是来煮素食来食，好不？从环保入门，也从环保接引了众多志工加入。环保老将于阳雀对环保情有独钟，投入之外，也对志工呵护有加。生活有了目标，也难怪于阳雀越做越有活力。是啊，会今日走啊，看人金板道啊，你看会做做福气啦，袂做就晦气哦。所以讲十几年来，找到这个店了，哇，都安尼愈做愈欢喜啊，愈做愈靠真济人来啦吼。今日苏姐佫特别要来感恩哦，咱拄啊影片中也看到三角汤吼，御风迎罗啦吼，实在是咱。爱好啊，感恩的一个宝地啦，家己卖金啊吼，啊嘛，互咱啦，会将从粪扫变成金啦。当初你哪有这个因缘，这个想法，想要来这个所在共借这个地啊？当初迄个时阵吼，阮部落是社区的時候，是。啊，苏姐叫我讲，设一个设点来做这个回收。迄当阵拄设点的时阵，阮才四个字刚出来呢。起头嘛，四个人。才四个人呀。啊了，阮就那做啊那菩萨造声，啊就那大阵，所以后来做个这个是较早迄阵吼，就那做啊就这大阵来。啊，你那有这个勇气啦吼，那么无一定讲勇气啊，戆大，你那敢入去讲这个金马店讲头家头家娘讲头家，我会当伫恁外口讲做资源回收无安尼啊？啊，我就是硬着脸皮，我讲啊，老板老板娘。啊，阮要家设一个环保店啊，大家吼做资源回收吼，啊，会当讲为着咱的环保啊，来遮做回收，安尼咁好。老板娘嘛真好，讲好啊好啊，一声就答应讲好啊好啊。第一届去交接都交接都成功啊。哈哈，第一摆伊就答应我好，头家娘佫足好，足欢喜的吼。像阮安尼。都有当时会个感恩啦，会去个感恩者。当然爱感恩啦，哦，会去感恩。所以感恩咱这个御风迎罗的头家娘啊，祝福恁这个合家拢平安啦，感恩好有机会伫这个所在做环保，哦，靠真侪人来啦，吼。啊，今仔日啊，毛几位代表来哦，咱来一个介绍者吼。第一位是咱的静玲师姐啦，吼，静玲师姐，听讲你嘛是有来这个店做过环保啊。对咱的阳雀师姐做环保啊，感觉怎么样？就很欢喜，然后心情也很快乐。看他的脸都是这样笑脸迎人哦，笑眯眯啊，那跟那弥勒佛同款，是不是来做环保的时阵，看到伊心情会愈来愈好啊？对啊，因为本来我嘛是心情无介好。安尼，你嘛过去苦瓜，即摆变哈密瓜安尼啊？对。啊，有啥物撇步啊？伊就是很热情，然后又很会招呼，
安尼哦。嘿，对。会甲你啊，亲像妹妹啦、查某囝安尼疼安尼笑安尼哦。嘿，对啊，啊嘛是会煮点心互阮食安尼。哇，你唔该唔是为了食点心来吧？啊，所以讲要多用心啦，吼、啊，当然除了做，要多用一点点心啦，吼、啊。好啦，另外一位过去嘛是苦瓜，即位嘛是哈密瓜吼，咱的美玉师姐啊，吼，美玉师姐嘛，圣丹杨雀师姐第一位接引出来的慈济委员啦，人工给阿健啦，吼、啊，这么多年来就是像妈妈一样陪伴你嘘寒问暖。他只要有什么活动啊，伊拢会想办法给他催掉，然后通知我有什么活动，啊，我来参加。想办法给你催掉，这艺术有什么背后的意思吗？因为我在大陆上班呐、啊，哦，所以他其实要找到我不是很容易啊，就让我觉得说，我们本来就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嘛，嗯，但是以后我感觉讲，我好像又进到另外一个很温暖的家，一种感觉。嗯嗯嗯。所以慈济仿佛是你第二个家了。对对，很温暖的一个第二个家。哇，你咁好安尼，看到人安尼欢喜了，你嘛家己该欢喜咯。我嘛就欢喜个啊。嗯。因为我们的菩萨需要去，把他照顾。嗯。你要去需要去关心关怀他。对。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嘛，哈，就皆令众生得欢喜啦。对，另外就伊哦，我感觉诶，爱介绍因大汉早见啦，丽红，丽红，名字取得真好。但是乡亲观众朋友啊，咱听讲嘛，花无百日红啊，人无千日好啊。去年我们2011年全省的慈济志工总动员来入金帐啊，丽红难行人行诶，听讲八月要在台北小巨蛋登台之前，在六月动了一个刀啊。子宫肌瘤，听说您这个要进开刀房的时候，也有很大的深刻的体悟跟忏悔哦。应该讲说，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如数了，可是呢，在等待开刀的时候，他还要再确认你的身份。对。那一床一床大家都在等待的时候，其实也是会害怕。嗯。虽然旁边还有我们的梯次的师兄姐啊，会过来这样子稍微跟你打个招呼啊，缓和一下你的紧张的情绪。嗯。但是还是一样莫名，就是害怕，然后让我想到说，嗯，就是我们金藏里面不是有梦丽六道吗？哎呦。哎，那些鸡羊啊、猪鸡啊，反正这些畜生都是到我们的嘴巴里面去。那我想说，我们也就是像是待宰的，都一样。然后只是我们有幸，我们可以再出来。嗯。那但是那些牲畜呢，没有了，就到我们的嘴巴里面去了。真的就是病痛最苦嘛，你可以体会到。对。所以就被健康的身体，都让多多付出的。对对对。是这样。因为一家伙的人安尼同齐做主，侪真欢喜嘞吼。啊，人讲佛法难闻经已闻啦，人生难得经已得哦。你那十几年来就要做主，你感觉家己最大的收获是啥？最大的收获成长？过得很踏实。踏实。然后我做得很高兴，很欢喜。嗯。跟我们过这些师兄师姐啊，大家在一起就感觉到过这个家庭。融入这个家庭啊，实在是一个很幸福、很好的大家庭。来，孙兄，其实叔叔、叔弟啊，头都要跟我讲哦，爱感恩你啊，感恩你吼，安尼拼经济吼，会起头的时阵认真做主，做无后顾之忧。嘛，感恩你家己愿意嘛，一摆啊，一摆了。我感恩你个对，伊安尼较袂起性的。安尼，老贵个最好讲，安尼够简单啦。安尼吼，厝内即摆四个囡仔嘛，已经有两个即摆主持啊，伊更加希望讲，不管伫美国、纽约来讲，这个细汉后生、细汉新妇毛姻缘吼，会当当这做主者，真正一家人。一大家庭都可以做慈济，对吧？好，那刚我们陈玉木来给咱建警哦，哈，祝福丽红身体越来越健康哦。啊，最后用这个年丰的名字来做结尾，然后真的祝福啊，世代调和哈，五谷丰收，年年都是大丰收，好不好？年丰，好不好？就好领哦，规家伙要做主席，后会相休，行行谢谢啊，感恩大家，谢谢大家哈，感恩感恩。